为了来防非洲猪瘟，农委会向行政院提出的短中长期的策略，短期是家庭的厨艺总得入去小猪场，引起的猪农的反对，尤其是屏东县休假六队辅助的猪农。农委会今日就去到屏东县同一位猪农来会谈，而来谈提防的意见。屏东所有台湾县90%的地皮啊、地啊囝，拢为屏东。屏东县用接来协助的个猪农表示，农委会原来爱提前一处理开始，家父个接入做唔得协助的，将会造成民意个撕裂缺口。那北部那边的事业处理占的量比较高，中南部这边处理的家务处理的量占了差不多50%以上。在我们之前7月1号，当然这个可能没有时间表了。7月1号如果要禁止家务厨余进到猪场的话，环保署绝对不能处理。第一个，去化没有办法处理；第二个，防疫的工作没有办法做好。伊会个主农工个集团表示，农委会已经接了协助个，对屏东个六队有助个产业，为造成严重个伤害。农委会畜牧处表示，农委会无禁止用接了协助个。我们现在下乡来沟通，今天是第7场，到现在。我们都没有讲说，如真理是讲的，要禁用厨余，要禁用事业厨余，要怎么样？到目前为止，没有这个政策。厨余的使用是国家的政策大事，那个不是我们农委会或环保署单方面决定要禁就禁。刚刚你们争取讲，刚没看到有咧蒸煮中心呐、啊，吼、哦，他赶紧去给收集在那边。啊，猪后诶，那已经都已经杀菌完了嘛，结果可以吃接做下猪啦，那去不管你煮的是啦，给安好的东西。农委会畜牧处表示，只有台湾爆发非洲猪瘟的疫情，认为马上全面停止了使用者，短期加负责做唔得协助的无停案。农委会总体计划将会辅导地方成立共同整治中心，从其后会设立接饲料化工厂。下个新闻，潘胜峰频道报道。